到现场了，这下面的情况很惨呐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位于贝鲁特港口爆炸的距离500米左右的地方，可以看到现在下面的车辆以及仓库都是损毁很严重的。然后这边刚刚有灰尘刮到眼睛里，它都是酸的，可能就是那个爆炸的那个化学那个物品，眼睛现在又酸又痛，就一个小颗粒。